Hello， 大家好，嚟到致富通嘅有機可乘 ，Dicky。咁其實咧，如果想做好一個事業規劃嘅話，當然咁啊，又要自己 set 定咗一個目標啦。但係當中有冇遇到貴人，或者係咪真係有一啲嘅外在嘅條件去配合，其實都好重要。又係喎，即係喺咧職場嘅仕途上高咧，有陣時都會轉下跑道，但轉咗跑道之後咧，可能係同一個賽道裏邊咧，其實咧都有唔同嘅即係線路噶嘛嚇，即係一號線定二號線咧，會唔會轉到隔離跑得快啲咧？今日同呢兩位朋友傾偈咧就啱曬啦，因為咧佢哋咧亦都曾經啊轉過賽道，又換過跑道，跟住咧而家咧就越跑越快，因為咧兩位都係總監級嘅人馬。不過咧其實原來咧即係開枝散葉咧喺保險理財行業嗰度咧就真係可以發揮得好好嘅，因為咧一位總監之後咧又可以慢慢帶到自己嘅團隊。都變成另一位總監，咁 Gary 同 Rachel 就係咁樣嘅關係啦。即係你哋會點樣形容你哋嘅關係呢？本身 Gary 就係總監啦，咁但係而家 Rachel 咧喺你嘅團隊裏面都變成另外一位總監啦。咁點形容咧呢個關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啊，我哋開枝散葉啊嘛。咁啊，我哋個團隊慢慢壯大嘅時候，即係更加多人才喺我哋個團隊入面慢慢配合嘅時候，咁會令到我哋個團隊啲成員慢慢成長啦。當佢成長到一個階段嘅時候，咁佢自然然能夠一家主獨當一面。咁啊，我哋嗰個平台或者我哋個行業咧，就有一個由經理嘅賽道轉入去總監嘅賽道嘅一個做法。咁啊，佢呢個做法就係、是、你就可以獨當一面，直接面向公司，有好多包括你嘅權利啊，或者有好多福利啊，都會同本身做經理或者到做團隊。有好大的分別的。係，我呢個我都知道，因為自己有自己的區域、自己講個名字都仲得，係咪咁樣？係啊，有自己字頭啊。係啦。嗱，咁不過頭先 Dicky 都有講啦，就係、是、其實可能係叫做同一個運動場都有不同的賽道，即係正等於理財行業，其實我哋見到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啦。咁但係咁即係究竟我哋點樣即係、就是、作為一個新人要去揀的時候點樣揀啱 channel 啦？我哋所講話即係點樣揀一個可以幫助到事業更加發展得好嘅咧？咁 Gary 同 Rachel 其實喺呢一行都一段時間嘅，咁中間轉換過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 ？Rachel 又講下，即係當初你轉呢個賽道，或者轉呢個跑道，建基於啲乜嘢，同埋而家睇翻轉頭，係咪覺得自己轉啱咗咧？當初選擇呢一個賽道嘅時候，首先就係有 Marcus 嗰個加辦啦，其實係好吸引嘅。第二一樣嘢就係我老闆 Gary 啦，佢做即係我哋係做投資方面啊，同埋做壽險方面都係好好。我哋成日講兩個 I 雙引擎發展，就係、是、investment 同埋 insurance。咁喺呢方面，我哋個區啦，我哋老闆嘅區啦，上年都係攞咗呢間公司嘅最佳投資區域咁樣咯。咁我覺得賽道係緊要嘅，嚟到呢度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同埋成長啦，同埋升職亦都升得好快。咁呢個平台緊要咯，我覺得係啊。Gary 咧，我哋選擇平台嘅時候，因為我係比較中意分析嘅，咁所以咧就我當其時即係開始啊，不如了解一下其他平台會唔會有更加好嘅發展嘅時候，即係我都比較咗好多唔同區域。咁啊我諗有幾個元素我係會比較即係著重或者睇重啦。第一就係、是我覺得冇最好嘅平台嘅，得最適合嘅。最適合。咁啊，呢個最適合平台要了解一下自己嗰個需要啦。例如哦，其實我哋本身個業務咧就唔係淨係單一喺本港嘅。咁啊，包括本港同埋即係訪港旅客嘅市場，我哋都做得雙方面都兼顧得好好。咁所以首先我哋就撇除咗啲淨係會做 local 或者淨係會做訪港旅客市場嘅一啲團隊啦。因為好即係我哋係疫情底下轉行業或者唔係轉跑道嘅一個candidate 啦。咁所以我哋當其時就好擔心一樣嘢就係、是、嗰當其時封咗關喎，會唔會封咗關嘅時候啲生意太側重喺某一個地方咧？咁始終風險管理啊嘛，因為我哋做。咁如果太側重喺一個地方嘅時候，都會會唔會 all in 落去？我哋所有籌碼都輸曬咧？咁所以幾個唔同嘅平衡，我覺得係有需要。咁所以我哋後屘就揀咗老闆 Marcus 嘅團隊啦。咁啊，佢係一個非常平衡啦，包括係中港融合啦，包括我哋唔同嘅人才亦都融合咗。我哋有唔同類型嘅，包括好多 banker 啦，好多因為我自己都係銀行出身啦。包括好多唔同其他嘅平台轉投我哋嘅同業啦。
包括有一些 fresh grad 啦，包括有一些新香港人啦。咁我哋喺唔同嘅融合底下，可以產生唔同嘅火花。咁呢個係我覺得篩選唔同嘅比較豐富嘅資源或者豐富嘅人才喺度融聚咧，係比較緊要。喂 ，Gary， 我好想咧你再講多少少，因為咧好吸引。頭先你又講過，你又做過銀行啦，啊，跟住咧又做過保險公司，即係其實呢個咧就叫轉咗賽道，跟住咧喺唔同嘅保險公司、唔同嘅團隊，咁呢度轉咗跑道。咁但係對於你嚟講，譬如話，尤其是頭先你提到疫情呢件事咧，其實都即係改變曬全球人類嘅生活，改變曬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嘅模式，好多嘢都唔同咗。咁你會睇翻呢幾年，其實你嘅轉賽道同跑道嚟到現在而家呢一刻，當然咧亦都建立咗你嘅團隊啦，亦都好成功啦。咁生意都頭先阿 Rachel 講做得好好啦。咁你覺得成功之處在係邊度咧？嚇，係咪就係你呢當初呢個決定同埋行嘅每一步？而家望翻轉頭，哇，都真係粒粒皆辛苦噶嘛！疫情嗰段時間你都講啦，哇，即係 all in 喺一個市場。如果你話全部都係要靠內地嘅朋友落嚟，咁佢落唔到嚟啊嘛，咁點搞咧？咁呢個都幾大啟發噶喎。阿 Dicky 問得相當好呢個問題。因為其實我想做任何行業在疫情期間都很受影響，即不是只是我們這個行業或者金融業啦。我想首先要一個元素就是真的要 embrace change， 即是真的要擁抱個擁抱改變啊。係啊，即這個是無論任何我想作為 leaders 的都要有一個信念咯。即Rachel 是一個非常好的代表，即係佢係永遠都相信很 positive。即係另外就係帶領住個團隊，永遠都覺得啊，就算我哋啊出邊疫情啊封關封到點樣冇內地生意都好，就算得翻我哋呢一棟大廈嘅同事都好，我都可以去逐家逐户，我哋同其他隔離鄰舍都可以做到生意嘅。咁要有呢個信念，我哋先至可以帶領我哋其他嘅成員啊，或者其他我哋團隊嘅人才啊，大家一齊走出黑暗。這個我覺得是，因為對我們來說是信念是第一是最重要的，明白到改變對我們的好處，即是個改變好處就是，當整個行業都很好的時候，大家都沒什麼問題，但當不好的時候，很多人都放低腳步，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好機會，因為人家不去，因為其實譬如作為保險理財的行業，其實沒可能就是個客自己打來我想買保險啊，或者我想買份人壽的保險處理一下我的啲事啊，其實主動打過來的機會是很少，所以我們是怎樣呢？很靠我們出去做業務拜訪啊，或者跟我們身邊的客戶即是深入了解他們的需要，這些很靠我們主動走出去的那個信念。而同事的信念就是好看他們的上面，如果我們都即放軟手腳或者已經要放棄了，其實他們都不會大家走出去，所以我們疫情底下每一年都即叫做托賴，都即每年都有 double digit 以上的 growth， 我們上年甚至有 triple digit 的 growth， 這個就 是我們不放棄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咁啊 ，Gary 頭先咧講咗就係一啲嘅概念啦，咁就係提到當中咧就係話兩個嘅引擎喎，咁其實乜嘢為之雙引擎？咁呢一個概念其實喺一個即係理財嘅 concept 入面，係咪算係一種新嘅 idea 咧？其實都係多謝我哋老闆啦，即係佢搭建咗一個好嘅平台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如果面對緊我哋嘅客户，佢需要管理佢哋自己財富嘅時候。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做風險管理的可能在保險理財裡面可以處理的問題，一般來說都是比較長的問題，可能是十年、十五年之後的問題，但如果十年之內的問題呢，他們可能一般用銀行的服務會比較多一點。如果我們在兩方面都可以提供到我們的服務給他們，對我們客戶來說，第一就是一站式可以全面有一個財富的管家的概念，已經可以幫他處理所有東西了。所以我們對個客嚟講就唔需要我對好多唔同嘅人，佢哋會花少啲精力，因為你同每一個人接觸都係佢哋嘅成本嚟嘅。尤其可能我哋比較着重於做高端資產嘅客户，咁佢哋嘅成本如果減低，時間減低，對佢嚟講就最好。另一樣嘢對我哋嚟講，我哋亦都少咗我哋嘅競爭，因為可能我哋以前面對可能中短期嘅財務目標嘅時候，我哋面對緊最大嘅行業嘅競爭對手係銀行。如果我們都可以提供這類的服務給他們，其實我們也都會少了這方面的競爭，生意也可以做多一點。
係，咁好啦，又問 Rachel 啦，即係你加入咗誒呢個團隊之後啦，同阿 Gary 就合作無間啦。咁啊，跟住你都已經茁壯成長，又自立到一個即係門戶啦，係咪？咁都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話疫情前後或者到現在啦嚇，即係好啦，通曬關啊，大灣區又融合啦。咁其實喺無論你招兵買馬啊、建立團隊啊，或者係即係話揾新嘅生意啊，有冇咩唔同咗咧？同埋有啲咩嘢即係板斧咁樣咧？我覺得嚟到呢度咧個底氣係好足夠嘅，因為個平台 support 係好好，所以係無論邊一方面，我哋做都係高端客户為主啦。咁你好似家族辦公室，我哋可以提供到啦，開私人銀行嘅服務我哋都提供到，短期嘅服務可能即係短期嘅一個投資情況，可能我哋投資相連嘅壽險亦都係可以幫到手，同埋人壽保險我哋仍然係做緊嘅，各方面可以平衡到做到更加多嘅生意，所以發展得亦都係。更加好咯！轉頭翻嚟再同兩位傾偈。繼續回到嚟致富通嘅有機可乘 ，Dicky， 咁我頭先咧真係好有印象咧 ，Gary 講咗一個就話，其實冇嘢係真係最好嘅，不過係要揾自己最適合嘅，冇錯啦。咁啊呢個都好緊要啊。想問一下 Gary 啦，乜嘢為之適合咧？就係你覺得有啲咩嘅人才，或者係有啲乜嘢佢哋具備嘅特質係適合你團隊嘅文化，或者你個團隊文化有啲乜嘢特色係特別適合某一種人去加入嘅咧？哦，因為我哋搭建嘅平台係比較主要服務係中高端嘅客户啦。咁其實佢哋要求可能會比較高啲，包括可能係學歷背景啦、人際關係啊，佢哋本身自己可能喺職場上邊都有一定嘅閲歷啦。咁啊，呢個係我哋最基礎，我哋建構團隊招攬人才嘅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標配嘅門檻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我覺得有幾樣嘢我哋會選擇得比較多啲嘅。第一就係因為而家香港特區政府都推咗譬如可能講緊高才通計劃啦。咁啊，有好多新香港人會即係由之前開始都一直慢慢會加入啦，即係嚟到香港啦。咁其實呢個係我哋呢兩年主要爭議嘅一個好主要嘅對象。咁啊，特別佢哋嚟到香港嘅時候，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能都會比較唔適應啦。特別係求職上邊啦，或者選擇職業賽道上邊，佢都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選擇，或者好多唔同嘅問題意見啦。咁喺我哋作為團隊入邊，點樣支援佢哋啊？即係例如我舉個例，佢小朋友其實佢可能一家三口過嚟，咁佢小朋友要讀書嘅時候，要入學嘅時候。個小朋友冇人湊嘅時候，咁呢啲其實佢唔係淨係工作上面嘅問題，生活上高好多嘅問題。咁呢個又係我哋作為因為我哋始終都係香港本土香港仔嚟嘅嘛，咁我哋點樣喺呢方面可以即係特別可以提供到協助，或者體諒多啲佢哋唔同嘅生活需要啊？咁我哋都可以俾更加多意見佢，因為即係作為我哋合夥人啦，或者作為我哋一個 partner 啦，咁我覺得唔係淨係即係工作上啊，我哋成日都講。會唔會捽數啊？會唔會有跑數啊？咁跑數啊，即係淨係關於講公事上邊嘅嘢。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最重要嘅元素咯。咁我覺得一個好良好嘅工作關係，第一大家本身要建立互信。建立互信好多時候就係雙方如果有一個經歷係大家互相幫大家解決問題嘅，咁自自然然大家會累積到一個好好嘅信任。當信任嚟嘅時候，自自然然即係好似Rachel 咁樣，即係佢團隊入邊好多新香港人，即係佢疫情底下開始招攬嘅時候，疫情底下出邊好多餐廳都唔開，個個星期都會去屋企食飯。咁呢啲都係一個即係特別係過時過節，香港未必有頭家嘅，咁佢會體會到好多唔同嘅温暖。咁呢啲都係我覺得我哋建構中港融合團隊一個非常之重要元素就係。即係等佢有一個第二個家嘅感覺啦，先冇講啊，香港係佢哋嘅家呢一個，我覺得就有啲超前。但係作為第二個家，我覺得係非常緊要。我覺得嚟到我哋呢個區啦，我哋個團隊其實首先佢哋要即係睇啱我哋嘅工作就係、是，我哋要建立一個企業家嘅思維先。
嚟到呢度，我哋唔係打工，我哋可以自己調配我哋嘅時間。我哋點樣即係可以調配到時間嘅時候，又照顧到家庭，各方面都平衡到，咁工作又可以融合到生活。之前就係家庭工作平衡，但係而家就係生活同可以融合到工作嗰度。我覺得就係呢個我哋行業係最大嘅特色咯，兩樣嘢可以融合埋一齊。咁第即係企業家思維，我覺得係好重要啦。嚟到呢度，我哋唔係打工，我哋係點樣去建立自己嘅一門企業咁樣咯。而家打工嘅思維就係、是，我將一粒種子就種喺人哋嘅土地上面，就等人哋去收穫呢個果實。咁企業家思維就係、是，我點樣去建立我呢一門企業咁。很多新香港人來到，其實他們都是想有自己 的一門企業，我們就通過這個思維去跟他們談。剛才透過老闆說，我們給到很多、就是、在香港 融合入來香港這裡的時候，我們給了很多支援他，令到大家有個互信的關係，所以都很多人願意加入我們的團隊、信任的確是很重要，無論是對著團隊還是對著客戶。除此以外，當然就是兩位都是由很細微的地方開始，就是為每一個你們的 partner 去著想的，也都是為業界就是貢獻了不少的。我知道兩位其實都有一個很難得的經驗，不單止是培育自己的團隊，甚至乎在一些國際很重要的會議之上都有些分享的。其實有那次的經驗又是怎樣的呢 Gary？ 即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因為我們業界有一個、年會的、我們行業有一個比較高指標的一個獎項，全世界都會有的。他的得主就會每年都 去到、美國啦，就有一個、叫做 Annual Meeting。咁呢個 annual meeting 就會揾每個地方可能就做得比較出色嘅一啲行業嘅player 啦去做分享。咁啊，好榮幸我同阿 Rachel 上年就俾香港就揀咗去呢個一個國際性嘅會議啦。準備係要好長時間嘅，即係要做成半年準備啊。我哋要一早做好我哋嘅廣告啊，做好我哋嘅 PPT 啊，然後俾總會去篩選，即係美國嘅總會去篩選。咁篩選完之後，咁亦都即係我哋唔係話一揀完又可以即刻去到做 speaker 嘅，即係我哋都要通過一系列嘅篩選，跟住最後我哋揀咗唔同嘅業界嘅朋友，跟住就出嚟。咁我哋即係好榮幸，除咗即係當其時我哋去到美國做分享啦，咁後屘我哋有一個叫做Global Conference， 因為即係美國之餘，咁其實我哋都仲有一個喺新加坡舉行嘅，即係比較多亞洲人去嘅地方。咁阿 Rachel 就再次俾個業界挑選咗過去，咁都係過五關斬六將底下。即係好多謝 Marcus 俾咗呢個平台啦，就即係可以喺業界做一啲貢獻，即係自己做到好嘅成績之餘，點樣去分享，點樣鼓勵到同業，我覺得係好正嘅，即係喺個場嗰度咁。亦都係好好氣氛，我覺得最重要係喺為呢個行業作貢獻啊！那個心係都好感動咯，各位客係啊！想知道兩位當時係分享咗啲咩？即、就、係、是、你哋去構思嘅時候，其實個主題點解會吸引到個主辦單位呢？因為我哋係上年啦，上年都其實即係啱啱疫情叫做啱啱完啦。咁其實我係主要講就係疫情底下點樣去叫逆流而上啦。咁我係主要講呢一個即係比較多心態上面嘅主題。咁啊因為特別我哋其實香港嘅我哋呢個行業咧，其實過去嗰幾年都唔係特別好。咁而即係 Riches 即係好託賴，即係我哋同事嘅努力底下，我哋都呢幾年都有增長。咁所以。特別怎樣令到我們的同事或者我們的同業在這麼艱難的情況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成績，或者他們即沒有想下來呢？那我想中間有些什麼做了，或者有些什麼比較重要的，那即我會在那個presentation 裡面跟我們業界 的同業分享。那即有一個比較即 touching 的位置，就是即完了之後其實都很多特別是美國那邊的同業都會過來，即是跟你即是再私底下再深交，這些都是一個我覺得是挺好的經驗的嘛。就是好像 Rachel 這樣說，都是一個很感動，因為經常都說你 give 越多，即是 你要 take 更加多東西，你就要付出更加多。那我覺得這個是即是我很 buy 這個理念，就是
即係如果我哋喺個業界可能攞咗好多嘢，有好多好好嘅成就，好好嘅攞到好多嘅結果嘅話，咁我哋其實將呢啲咁嘅經驗，即係貢獻翻落去，可以令到更加多我哋嘅同業之後或者後進嘅做得更加好，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好正嘅經驗。好快又講講啦，未來目標同大計同展望啊 ，Gary。我哋而家我同阿 Rachel 夾埋，可能有100松啲人嘅團隊啦。咁我哋希望喺嚟緊5到10年嘅時候，希望可以突破1000人。咁啊，可以即係尤其係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喺內地嚟嘅新香港人啦，嚟緊佢哋好多已經即係嚟到香港啦。或者已經攞咗香港身份證啦，咁啊希望可以即係幫助佢哋，即係喺呢度揾到第二個家，令到佢哋有更加好嘅事業發展。呢個係即係我哋希望可以喺嚟緊即係不久將來會發生嘅。幫佢哋建基立業啦，亦都適應新環境，揾到新嘅事業嘅賽道。Rachel 你咧？即係我都當然係希望。團隊人數的增長，老闆就5年的計劃是這樣，我都希望3年的計劃，3年自己都可以突破到300人，多兩個的區域總監出來。 okay. 其實真的想在這個行業裡面做得好的話，如果要你們講一個就是必備或者是比較上容易成功的元素，你會覺得是什麼呢 Gary？ 我想有一個先付出和不要那麼短期即刻希望有收穫的一個想法，因為有很多時候我覺得是我們是農夫來的，我們不是獵人來的，我們農夫可能要播種，然後要淋水，要施肥，要每天看看它夠不夠陽光，那才是真真正正可能會有收入。但這個好處就是我們每年周而復始都會有結果，但我們不會做獵人，不會做獵人，就是今天打完獵有結果就有結果，沒有結果我就沒有東西吃。咁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長線嘅規劃，同埋一個唔好即刻有回報嘅一個諗法去經營呢個行業會比較好，同埋真係要付出。一個想法好緊要啊 ，Rachel 覺得咧？我就覺得利他同埋正面積極嘅心態係好緊要嘅。係啊，當你願意付出嘅時候，其實結果就翻嚟嘅。好，今天多謝兩位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就是任何的工作咧，我哋都應該即係俾多啲心機落去，自然咧就會有個好的成果嘅。多謝曬兩位。Thank you。